in the年过花甲的冯师傅老当益壮，在交拳与当裁判之余，还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陈氏太极拳。三拳，这两人是随便来劲，他怎么推开都可以，不没有固定的规矩了，他怎么推都可以。啊，就这样，两人手都打开了。对，这个再发展就是散打了。